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中和的我家牛排这里了，他这一家我家牛排，你们看一下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国内的平价牛排自助餐，竟然可以把它门面弄得这么的漂亮华丽，不然我们吃其他分店装潢应该都是比较普通一点啊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吃吃看，说我家牛排中和店的表现是如何吧。 Let's go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了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就座了。我光走进来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牛排店，它做的跟自助餐把费一模一样的规模，还有装潢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想要点一个牛排。牛排，请一下几分熟？我要七分熟。七分熟，好，那就可以了。麻烦你。餐的时候记得要戴手套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你。谢谢。那我们去拿他的自助包吧。我刚刚在拿自助霸拿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牛排就上来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不过 OK 啦，今天我来这边就点他320元5盎司的牛排。我们应该都是要吃自助餐嘛，牛排它只是一个开胃菜而已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开动吧。还是要加一点黑胡椒酱才对味啊。我对这种最基本的特制牛排要求就是说不要太干柴就 OK 了，而且它有带一点淡淡的牛肉香，比我以前在其他地方吃到一些本店特制牛排味道还要好闻。我们沾了一点胡椒酱，很浓郁。
这个酱它拯救了这些意大利面呢。不错哎。还有他们会在牛排底下铺这个永远的边缘人洋葱啊。它这个洋葱咬下去有种清甜的香味啊，这个边缘的配角永远都是如此的清甜呢。我们连酱都吃光光了，该开始今天主角的环节了。卤得软烂的台式猪脚，嗯，啊，这猪脚卤到连筋都会入口即化，哎呦！你看，我一插下去，骨肉分离，你就知道这有多软嫩了。嗯，还有它旁边就有麻辣鸭血啊。哇！不得了哎，各位，它不管是猪脚、鸭血，甚至它的丸子，它都卤得非常透彻，很够味。而且它鸭血口味是比较偏向南部口味的，温而不辣的麻辣鸭血。那我们来吃这个虾子。一个白虾品质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食材新鲜度有没有要求哦。等等，应该需要沾酱的帮忙才对啊。哎呦，各位，他这个鸡胗处理有算觉得 OK 耶，是软中带 Q 哎。那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料理吧。
说，我刚刚在夹菜的时候，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夹哎。但是啊，我刚刚有看到他们端上了一份酸辣汤哎。我这种热爱酸辣汤的人，看到我一定要先拿一碗喝喝看呢。哎呦，哦，哎，哎，各位，这是会酸的酸辣汤哎。这个比锅贴店的那些酸辣汤还要有味道多了。哎，哎呦，嗯，哦，哦。我跟你们说，它这鸡翅就是完完整整的台式鸡翅啊，不管是味道、啊、还是说它的口感，我觉得这个鸡翅表现还不错、啊。那我们再吃看这个麻油鸡翅啊。欸，我们今天只花了352元，就会吃到这种水准的东西。哦，这个做得好入味哦。控了软烂的鸡肉，咬下去的时候，它溢出了米酒还有麻油的香气，弥漫在你的嘴巴里面。那我刚刚还有拿了我非常期待的东西。麻辣臭豆腐啊！我怎么觉得它这个臭豆腐只是伪装成臭豆腐的豆腐啊？它这个丸子，它搭配了酱汁的刺激哦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哦，哎，各位啊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鱼哎，但是我刚刚拿到鱼肚的部分，吃起来它鱼油的香味好浓厚哦。正所谓你的期待越深伤害就越重，但是我对于刚臭豆腐之外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期待，然后反而是这些东西它带给我最大的惊喜啊。那接下来轮到蒸笼系列的部分了。我是觉得说它的蒸笼料理应该是蒸到有一点干掉了。我是觉得这部分有点可惜啦，我们刚刚前面吃这么多惊艳的东西，可是反而是它这种蒸笼料理非常的普通。好，那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料理吧。
我是没有想到说他这边竟然有修环梅，我是真心的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修环梅外面卖的这么贵啊，而且他是用称重量来卖的嘞。可是啊，他这边竟然就有了，哎呦！它这个玉米，它表面烤的微焦微焦的，咬起来有一种额外的焦香味。哦，我是觉得今天负责油炸的师傅，他火候都顾得不错哎。所以我刚要去拿炸鸡翅啊。那看到这里哦，如果你是国外的观众啊，如果你不了解台式炸鸡翅的味道的话，我觉得未来有机会来台湾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各位啊，还有他这边有很热销的东西，就是他的蒸蛋呢。他真的就很家常啊，熟悉的味道最对味啊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到最后的部分的浓汤。那我们再加一点黑胡椒吗？满满的黑胡椒。我觉得他加了一点黑胡椒之后，他成功带出了汤头里洋葱的香气了。哎，这还不错哎。喝完这碗汤，我觉得有种被开胃的感觉。我们再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OK 啦，我刚要去拿烧麦了啦，就想说我们再给烧麦一次机会，因为他的东西我觉得都还不错啊，但为什么烧麦它会这么的干呢？这吃起来口感就没有这么的干柴了，是比较没有让人惊艳的地方。还有刚刚我去拿沙拉霸的时候啊，我发现它有几样菜很快就被扫空了。虽然说他们补菜速度很快，但因为这边太多客人了，他们补菜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被夹光的速度啊。
虽然说我们虾土豆频道是一个无肉不欢的频道，但偶尔也来一点生菜沙拉 OK 吧。那等一下我准备去吃他们的甜点了，而且他这边的甜点水果的种类数量就占了全场的三分之一了，所以当然我们要去吃吃看了哟。我是觉得他这一家我家牛排，他颠覆了我从小到大对他的印象哎，在这边他完全变成一个buffet了。你要在什么样等级的餐厅，他们才会帮你把水果处理好，然后摆在水果皮里面呢？不过我们不是那么肤浅的人啊，我们当然还是要去吃看他水果品质到底好不好了。天公杯啊，这品质袂歹诶，微微的涩就带出它水果的甜。这个香吉士的甜度有在意料之中啊。我觉得它水果表现都还蛮 OK 的。哦，这是会甜的。而且没有想到它这边有一台感觉很高级的咖啡机。我觉得这个很有诚意耶。它这个奶油香味非常的浓郁，我觉得这个感觉好舒服。我已经准备好再吃下一轮的甜点了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在这种吃到饱餐厅会一直拿水果，而且他这边水果竟然有柿子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
那通常你们吃这个柿子会剥皮吗？还是直接用嘴巴去啃呢？把皮稍微剥开后，哦，它的肉非常的绵密啊。我很喜欢吃它里面像蒟蒻口感般的果肉，哇，这超棒的。那我们再吃看它这边蛋糕了。嗯，这个蛋糕吃起来口感还是绵密绵密的，并不会因为它放在冰箱里而干掉了。哦，这个是奶油。但是它配上上面的芒果酱，吃起来好清爽哦。那最后我们再用中华豆花做个完美的结尾啊！看到这个豆花，让我想起以前我曾经一天吃了2公斤多的豆花。哦，好怀念的味道哦。但我觉得这种从小吃到大的东西，哦，吃个几个就够了。嗯，那我们来说说今天用餐的想法吧。今天我们吃了300多元，就可以体验到如此干净又舒服的自助吧。而且食材新鲜度还有料理的用心程度跟功夫都不错的店，那你说我今天有什么好挑的吗？有啊，就是他的烧麦。那各位啊，你们看到这里啊，你们有什么推荐的牛排店吗？还有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订个月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